Vogue， 大家好，我是侯佩岑。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米兰。米兰一直是我一个很喜欢的城市，只是跟他很久没见了，所以这次重新认识他，觉得他还是非常的亲切，然后很温暖，非常好客的一个地方。像是走在米兰的街道上啊，如果你遇到米兰的当地人，他们会很不吝啬的告诉你哪里有东西吃，左转的冰淇淋很好吃，要记得去吃一吃哦。所以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亲切的都市。那这次跟 Vogue 一起合作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每一年跟 Vogue 的合作都会有一些创意，然后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暖包代言，哦，再来嘞，接着嘞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三个男人吗？嗨到已经进入一个疯狂的状态。这次呢是我很喜欢，因为我尝试了全新的造型。这次我们特别用了Armani 最新的彩妆，这个彩妆是我自己很喜欢，就是这种大地的颜色，裸色系搭上这种欧洲的感觉，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自然，然后可以呈现肤质的感觉。也希望很快的有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。